这是我减脂期最爱最爱的麻辣拌，低脂低卡真的太解馋了。把喜欢吃的低卡食材和最爱的紫薯粉条鸡肉丸焯水，然后来调一个半鞋底都好吃的灵魂酱汁，一般人我是不告诉的，你们记得截图保存哦。最后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撒上葱花和巴粒花生米，妈呀，这也太解馋了吧，好吃还吃不胖。抖音